面上面吃的吗？哦，我没有戴耳机。开始了吗？开始了，要先。Hello，Hello，腾讯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程笑。我们现在连线他们吗？是开了是吗？对，已经开了。然后直接你就 Q 一下那个雪萍，然后可以介绍一下剧中饰演的角色。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说。对呀、你尬住。那就看看，他们说很卡哎。好啊。他来呀、啊，他来、啊，他们应该那个后台没有连接上海，然后我就开了。好呀，就看了去怎么样？是的，对，然后就是今天23号，然后怎么连呀？我来连看一下这怎么连啊。哦，看到了，请连线，等一下我连一下，哪一个？举行了。好，邀请连，好，我已经邀请了。连麦，接受。对。啊，对方已接受您的连麦邀请。Hello。哎，又见面了，好久不见啊。是，怎么没有声音、啊？听不到我讲话吗？嗯、听到他说话。哦，这耳机是没有连上。Hello，Hello，Hello。听不到，听不到。听得到吗？等一下。一个没有声音，两个单上都有声音。听得到啊。要不开那个公共，要不要开那个公放啊？公共。哎。还是他就没说话？没有。Hello。你听得到我说话吗？你听得到就点一下头，听得到就摇一下头。你听得到我说话吗？他听得到我说话，只是我听不到他说。那是他们没开麦吧？他们开麦，哎，你开麦了吗？你能听到去麦啊？你开麦了吗？直播里也没有你的声音。他们开麦啊？是不是你那边没有开麦呀、啊？我开了啊。哦哦，可以听得到许凯的声音吗？听得到吗？
你能那听得到那到底是听不到谁的声音？听不到我的？听得到，就是声音很小。你都可以听哇，大哥，我要不要离那么近几步？我这样好了，没事，我们连线。你要这样才听得到的话。哦。乖。怎么搞呀？这个。我操！好笑，我只能这样你才听得到，你没搞错，大哥。两个人傻掉。坐下来。两个人傻子，我根本听不到你在说什么。啊？哦好，他们说他们我们是 OK 的，但他们声音有点小，他们去处理一下。哦。你能听见他声音吗？我听不到他说话啊。我听到了，我一个人在这儿。哇哇哇！我就差喊出来了，我声音不小啊。听起来挺小的，那太大点。哎，听得到吗？听不到。哎，我们要不来那个读唇语吧？然后你说一下，让他瞧一下，我猜你是说什么。你这样好了。啊？什么？再来一次。吃饭了吗？听到了。我戴耳机好吧？你能连耳机吗？听得到吗？听得到吗？我听见他声音了。啊，听得到吗？啊、我要戴耳机了。听得到、哦。有了。大不大声？喂。喂，听得到吗？听得到吗？不是啊，哎，这里。喂，大哥，就是你耳机坏了，你赶紧给我换一个。你在进去。问了200多遍，你有没有搞错？我走了，诶，主播暂时离开。就我一个人呗，就那种自问自答好了。那他现在卡了，我们卡着吗？Hello。我还在继续，哎，Hello，听得到吗？天，他就跟一个啊，听得到吗？喂，你好，许凯是吗？有问题啊？真的？喂，一点表情没有，一点表情都没有，没事，你问我了，我能开工，能开打，那把这个关掉。抓紧时间，我回答你，你就继续问下一个就好了。你看我嘴巴停了，你继续问下一个问题好了。是不是？你是不是按静音了？你们？你会弄吗？你是不是假腾讯员工？声音不是？你可以，其实你可以拿旁边同事的手机来跟我聊。好了，听到吗？
不回来了。听得到我讲话吗？听得到。我听不到你讲话。你听不到我讲话，你装的吧？赶紧快点问问题。快点！我们今天的流程终于要开始了。前面都是一些是我们演的。嗯，对的，是的，前面都是我们演的，然后娱乐时光这么欢乐的过去了啊。那我们先打个招呼吧。Hello， 腾讯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潇。Hello， 腾讯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凯。是的，那我们来第一个环节怎么样？你准备好了吗？不然了，第二个好了。这个对吧？嗯。我们这里有你微笑时很美这些信封啊，对吧？嗯。然后我现在就打开一个。然后我们来完成这个上面的任务。嗯。啊，我就随便打开一个，就刚刚第一个就你。好，你啊。第一个这个任务是手指舞挑战。手指舞挑战是吧？对。啊。啊，手指舞挑战，然后有那个、怎么挑战？是我们自己随便跳吗？这样。我是跟你学对不对？不是吧，我们应该有，他应该有那参考视频，我们来看一眼。哦，要从头看。我们来看一眼都讲得出来。我怎么在干什么？我走了，这太难了。你来一段，我跟你来吧，好不好？好，就这里是吧？我再看一遍，你给我看一遍，好吧？好，来，我们来喽。嗯。你跟我一起吗？啊，对。好，那我们开始了。我放音乐了，三二一。好。这音乐放大声一点。好。好，三二一，开始！来，我来。三二一，开始！哇，你要不要学这么快？我不信。好，跳完了。学到了。学到了吗？嗯，陈潇老师绝对，果然厉害。嗯。哦，好。好吧，那这个就算勉强成功了吧。放过你。嗯。我们第二个选个这个吧，微。微，嗯。对。嗯。这是快问快答，然后他们觉得这节快答不够，他们还加了一个写在这上面。哇，字好大，让我再看一下。好了，知道了，根本就看不清楚。你念，你来念。我来给你问嘛，我来念嘛。嗯。第一个是互相给对方贴三个标签，你先来吧。是戏里面的是吗？戏里面的吗？啊，戏里面的。怂、可爱、善良。我哪里怂了？哇，那个童谣还不怂啊。怂，就是你每次到很多时候比赛，你就会那种紧张啊什么那种。嗯，好吧，那我来吧，给你贴三个标签，就是，外冷内热，对，然后很毒舌，然后很帅。哇，谢谢你敷衍。真的是谢谢。我哪里敷衍了，明明很认真好吗？嗯。第二个
第二个剧中第一次心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心动，我感觉挺多的，感觉我都 对吧？我感觉就是我来说，第一次在电梯里碰到你，然后你帮我那个摁楼层的时候，我可能就已经有一点就是，就可能不是很喜欢，但是肯定也会有一点点就是心动。我觉得童谣让我心动就是他的一直去为了自己的一个目标，他想做好自己，就一直坚持不懈。包括你有一天哭了，然后我帮你擦着。对的，对的。对，那时候我觉得挺心动的。是的，那场戏。好，那我们第三个问题，剧中角色彼此身上最吸引对方的是什么？你先，我先。啊，好呀。天真、活泼、可爱，又带点怂，然后，但是他，就是一直为着自己一个梦想去坚持、去努力，吸引我。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一点是。我觉得陆思成很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就是他的目标很明确，而且他的怎么说，他的心态也很好，然后也是很谦虚、很努力、很上进，然后就是也很细心吧，就是可能作为同事来说是前面，但是可能作为男女朋友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贴心、很细心，就是行动大过于言语的一个人。好，那往下啊，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问的真好，就是陆思成身上最欠揍的是哪一点？毒舌吧，应该是。对，就可能是就是那种，就是可能前面是那种。对女生也就是毫不嘴下留情的感觉。对，是的，对。然后再下一个，和自己角色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共同点。你先说。我先说吧。和我的共同点，我觉得我跟童谣性格比较像吧，就是，比较直，就是说话就可能比较直率，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就看不得那种拐弯抹角的呀，然后那种，对，然后就比较直吧。然后呢，也是很爱，就是。打游戏这样子。对，不同点呢可能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没有童谣那么有勇气吧。对，我觉得童谣是一个很有勇气，然后敢做敢当，然后做了也不怕，就是可能会承担很，就是可能知道背后会承担很多事情，但是他还是会选择努力的去做。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跟童谣相比，我可能做不到像童谣那样洒脱。我觉得就是，我把我刚想的给忘了。就是对，我觉得我性格跟那个陆思成其实没有那么的像，因为陆思成他是一个毒舌，还有就是会比较霸道总裁一点，就是那种就是这种，但是我呢就是那种比较随意随性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像的点。像的点呢就是会
为了自己，会在自己的领域一直努力、认真、嗯、奋斗。嗯，好，那下一个。个啥呢？选个这个吧，让我们开心一点，好吧？嗯。哦，这个真的很开心哎。嗯。土味情话不是骗你的啊啊，不是骗你的，是真的是土味情话啊。好好好好。嗯啊嗯。啊，就是陈潇潇、陆思成说土味情话。嗯。但其实是不是你本身也挺会说土味情话的？我一个都不会。真的吗？我真不会，我真不会。哦，你这个哦是什么意思？真不会。哎呦，哦，但是这个没有他这个写的。嗯、什么嗯，输了比赛不要抱怨，抱我、嗯、加油。输了比赛不要抱怨。哎，我是要重复一遍对吗？那你要就是学我说，输了比赛不要抱怨，抱我。等一下，我再给你就是加强一下难度。好。要不要加那么长啊？要的。啊。我是九，你，哎，算了，这个，这什么？等那么久？我真的很差土味情话，不，这个，我是九，你是三，除了你还是你。我是九，你是三，除了你还是你。嗯、哦，好好，超油腻，这些情话真的是有没有那种纯那种单纯点那种情话那种，嗯。哦，你想说单纯一点的情话是吗？啊，微风轻轻起，我好喜欢你。微风轻轻起，我好喜欢你。单纯吗？嗯，这个还其实还挺好的。那还可以是吧？就比较符合你的气质。对对对，是吧？对对。好吧，我们下一个环节吧。下一个是哪个、嗯、这个吗？我们现在全都说完吗？是吗？每个信封都要拆。每个信封都要拆，那我还选什么呀？你真的、哦啊、这是直播大爆料。提问徐凯，第一次演现代戏感受怎么样？嗯嗯，就是非常之好，就是不用粘头套啊，然后又能在自己的家拍，虽然离家特别远，嗯，就觉得，但是能够每天看到海，心情就会好。对的，对的，确实。嗯，你呢？你呢？你呢？我妈，我就是我也是吧，因为我们刚好都是在。就是在深圳、嗯、对，我们家都在深圳、嗯、然后我就是也觉得就感觉在家乡拍戏就可能会更亲切一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感觉其实有吗？其自己的地盘采访就其实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那种会，而且就是可能就是嗯，就可能平时就是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就是回深圳嘛，就会回家里、嗯。但是可能就有那么多机会待那么久，然后我还见了我以前的发小，对啊，就是觉得还是很挺熟悉的吧，对，嗯嗯。那再下一个，说出对方拍戏的一个小习惯或小特点。小习惯，每次拍完戏休息的时候，你会看看剧本，打打游戏。嗯，就是我说一个你的啊，
就是我发现你有个口头禅，就是我老是跟你说，可能就是比较搞笑一点，或者我搞笑一点，你就会说超搞笑哦，这个人超搞笑。有可能？怎么可能？是了，是，现在已经换了口头禅，已经换掉了。现在哦，我换成什么了？走开了你，换这个了。行吧。嗯。哼，好，嗯，第三是对方不拍戏时喜欢干什么？陪家人。嗯。嗯，吃妈妈做的菜。嗯。嗯。你呢？我吗？我不拍戏的时候就睡觉啊，然后，撸猫啊。睡觉不拍戏？我拍戏的时候我不睡，难道这个人？拍戏的时候就是起得比较早，然后讲清楚吗？睡懒觉，睡懒觉。哦、是的。比较喜欢对，好，下一个问题，好吧，剧组的团宠和团妻分别是谁？团宠是你啊？是团宠，对，就是因为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戏还是男生比较多，然后所以大家就比较照顾一点，嗯，所以是团宠。团妻的话是。是谁啊？小胖吗？算是。嗯。剧里其实算是小胖，对吧？对，对对对。对剧里的来说，其实是小胖，对。嗯。平时的话，好像大家都差不多，对。嗯。好，那我们下一个还有几个没有拆的，拆这个吧，狠，狠一点。嗯嗯，哦，这个是拍照工具人挑战。拍照工具人挑战，这个怎么挑战？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要是配合的那种，对吧？对。哦，然后我这里有三个说是你送给我的礼物呢。哦。我你这么说我也收到你礼物了。哦，是我送给你的对吧？嗯。哦，哇，你送给我这个干什么？你送给我这些干什么？这个。你展示一下。这是什么？胡萝卜啊，因为对啊，知道你是兔子吗？对。然后我是一个小兔子，然后我们那个剧里面还是有那个大哥，你卡了。哥，哦，卡了，是因为它没电了。嗯，哦。是，嗯，那个片段，然后还有很多就是这样延续的东西，对。那我们就是从这里开始讲了，前面没事没事没事。嗯，就是对，就是戏里有很多兔子吃胡萝卜，就是吃胡萝卜这种梗。上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一个兔子，然后然后给它是个胡萝卜。那我们这个怎么拍照？就一起举在这里，然后。小小可以和徐凯老师互相 Q 对方拿着送的礼物拍照。哦，我们可以互相 Q。哦。就我们想让他怎么拍就让他怎么拍，什么让他吃一口，就这样也可以。我超好笑啊！哎，我因为你的口头禅就出来了，像刮胡刀一样这个。没关系，这个就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吧，就是可爱一点就好了，就可爱一点就好了。这看不到哪点不行，差评。哦，就这样了，就这样吧。就可爱一点吧，就认真一点。好，我说三二一。你的兔子来喂。
你啊，这是你 Q 我，又我先 Q 你，再 Q 我，啊，对吧？好，OK，OK，好，好。哦，三，二，一，哇，来这一招，其他一个吧，来吧，让他们就可以截个屏什么的，来，对。三二一，三二一，要不摆那么多个，我真的没东西摆了。可以了，我们下一个吧。我们要不还应该还有一个信封，还有一个就是美，对。然后这个挑战我看一下，哦，是网络缩写词 PK。啊，就是有那个什么，有给几个，就是YYDS，这个很常见，什么永远的神，还可以读什么呀还可以读什么呀？YYDS 还可以读什么？还可以，对啊，还可以变成什么？嗯？对啊，还可以，还有什么呀？网络缩写词还可以什么什么以一敌十？啊，那夷你狄想石，一下对，就是这个。还有那个 KSWL，这 是什什么么？KSWL 啊？磕死我了！KSWL 网络缩写词，不知道了吧？就考考你磕死我了！，KSWL。哎，老板，哦，我是说的，磕啊，对。啊，是的，磕死。还有什么？还有那个 ZGDX，这句 DX，你说，ZGDX。没有，你这不句记得那 DX，时候我们小瑞对，说了说好多，什么找个对象，找个对象，是的，是的，对，然后就没有。还有什么？你还知道什么缩写词吗？我。搞快一点，知搞道，快一点，GGGKD，啊，对，那好像也没有什么，我平常也不用，好吧，好，那这个就这样吧，就没有什么了，还有什么呀？好，哦，看看弹幕，哇，看看弹幕，我看到有一个说土味情话的。刷太快了，刷过去了。这里有说徐凯好帅。战术卡顿，你又徐凯好帅。你不要，哇！你这么念弹幕是吧？喂，哇，潇潇好美哦，真的。大哥，你不要老离开好不好？你快看你的屏幕，主播暂时离开。我回来了。我没有离开，我一直在这边看弹幕。是的，就是大家就是夸赞的词很多哈，对吧？好快啊，徐凯好瘦。好看，其实可以换一个环节，可以换了，可以换了，下一个环节，我们直接下一个环节吧。下一个环节是什么？没有了。下一个环节就是，
就是发福利吧，就是怼脸自拍怎么样？来喽。哦，就是他怼过去，然后他们那个截屏拍是吧？啊，是吗？哦、好，一起吗？还是一起吧？一起要丑就一起丑。好，已经怼得挺大，眼球都要怼出来，差点掉了眼睛。真的，我的眼球都差点要掉出来了，估计都有没有接住。有人说好吓人啊，我们是那么吓人的人吗？当然不是、来个小一点的。大眼吓人，哼。哦，就是。有人说他已经截图了哟。有人说他已经截图了，这个就是这个眯眼睛的这个。还有什么？还有说，宝宝的眼睛好大，你到底说的是哪一个？我问你还有什么环节不是要念弹幕啊，大哥？没有环节，环节就是跟朋友们互动。哦。就是要互动，你懂吗？哦。就是。我误会了。对，我一直在很努力在互动。嗯，什么？这个什么？哦，什么？什么呀？哎呀，太刷太快了。哦。我先睡一会儿。没有，你要看，你不是只让我看，你也是看你觉得很有趣的，大家都说让你唱歌。哦、走了。可以唱一下。大家说你想下班了，要不要那么明显？怎么可能？别再闹天亮了，你这么说，来吧。哦，好。哦，就是要、对。今天的直播，觉得就是有什么想法吗？好。好。徐凯跳舞都出来了，哎啊，没有，我们要不就最后说一下，就是这个跟还是跟剧相关一点的内容吧。对，因为前面播的几集也是说，就是童谣是有直播 KPI 的，就很明显现在 KPI 没有达到，就是。对，然后我们一起来帮助童谣完成一下直播 KPI 吧。哦，是吗？是的。哦、好。是的，对，对，是的，我们就说一下吧。然后就是，对，跟你微笑时很美，其实就是一部，就是一群很热血的。少年们然后去追逐自己的梦想，然后途中也是有很多很多就是事情啊，状况呀，就是突发的问题啊，然后他们一次一次去克服，然后努力追梦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然后我在里面是童谣，然后我在里面是陆思成。是的，然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去腾讯视频多多看《你微笑时很美》。啊，到我啊！你把我都说完了，我说什么？我没有说你的呀。其实就是一群很热血的少年们，
然后他们去真哎，其实就是这样，对，就是对，其实大致故事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对，就是对，然后一起经历，一起 对一起成长，然后一起努力，一起实现梦想。对的，是的，然后对里面人物性格也是很多，角色也很多，然后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特点吧，然后希望大家去看了之后，然后对然后就是对看了之后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讨论一下，然后就是其实今天的直播环节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还原，然后推荐一下，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我们。因为其实今天徐凯就是也是挺累的，因为就是他也是就是收工了之后，然后对，然后一起来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是的，就是希望徐凯也好好注意休息吧，然后以后江湖上我们希望以后有缘还能在一起再合作一步。是的是的，然后笑笑也好好休息，然后对江湖再见。是的，对，其实今天我们要说和大家还有一起做游戏的内容也其实都已经完成了，然后就是对，然后就是希望徐凯就是好好休息，然后现在在剧组也能够加油努力吧，然后对今天一起加油，对，好哟，那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 好哟，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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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一。